快，那就会放屁。
做酒的烟雾，这个理事长吼，所以有关十万块作为咱活动的费用，所以由议长邀请捐出着这十万的经费，但是咱会当来管理吼。喂，好，第我带你回来啊！那第一瓶，带你回来，带你回来。第一瓶，买酒酒回来。哦，这个退市了没有？退市了。啊，是了，退市。你们招这回来了？一瓶一瓶。现在翕相上好哩啊！差不多十分钟，你去。你看醒狮表演，注意一下，我们叫做醒狮八态，它的体态、颜色、它的脸色也表现八种形状出来，就是喜怒哀乐、动静惊疑，叫醒狮八态。最在看它的表情，它紧张的时候、害怕的时候也会发抖，哦，惊疑的时候也会怀疑，哦，高兴的时候也会跳。注意看一下后面思维的，它是最重要的关键。别揪他的法国前面的，他跳起来一定要抓住他的双腰的地方，他自己没有办法跳，哦，他要跳起来，后面借力使力把他往前推。
这叫瞻前顾后，前后左右看一看，也顺便看一下陌生的地形，他都很细心的去留意去看一下。平常我们在办比赛，不能换人，所以他们只能借这个机会稍微稍事休息，这是武师的技巧。以前醒狮的颜色啊，一般可以分三种颜色，就是刘关张三种颜色哈。像刘备的颜色大概是属于黄色的哈，关公的颜色是红色的，张飞的颜色是黑色的。一般来讲，黑色的狮子是最冲的，最容易打架的，就是张飞的狮子，黑色的狮子哈。那他们这种颜色应该是可以代表刘备的狮子，有时候用白色来代替哈。在武师中，如果遇到哦代表刘备的这种辈分比较高的狮子，一般来讲，一般是不要礼让，哦，一般是不要礼让。前腰的动作哈。